哦嘿，嘿，嗨，报纸上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？我只是看看时事新闻。哦，你对时事新闻感兴趣啊？是是是，因为都跟我们国民过日子有关系。请。啊，什么样的时事新闻跟你们的国民有关系呢？比如这报纸上说，我国地少人多，资源匮乏，如果我们不开发新的资源，那么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险。啊，哦，能借我看一下吗？好。啊，梅津先生，这是我的朋友梅津次郎。张先生，您还认识我吗？您忘了，两年前在天津的酒馆里。哦，哎呀，您就是那位不为刀俎便为鱼肉的梅津次郎先生。对，我那时候年轻气盛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不，当初要不是你那番开导，今天我也不会站在这儿啊。听英子说您来了，我是特意来拜访的。这是我的博士论文，写的就是天津，想有劳二位费心指教。谢谢。如果二位能不吝赐教，在下将不胜荣幸。不客气。他们真正的来意是什么？你怎么疑神疑鬼的？他们确实是来考察教育的。明天他们要去哪里？要到几所中学去考察。他们准备回国建一所私立学校。啊，怎么，寿春，一夜没睡啊？范村公，我睡不着啊。你看，一个日本学生，居然把咱们天津的历史、政治、商贸、文化、军事，乃至地理、气象、风土人情调查个底儿掉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？看来他们吞并了台湾和澎湖还不甘心呢。啊，张先生。啊，你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严先生，张先生，如果今天有空的话，我想请二位看一看我指导筹办的一个展览。什么展览？日清战争展览。据我所知，张先生参加过日清战争，想必对此会有兴趣。我对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倒是很感兴趣。请。走。虎狼之邦，虎狼之邦啊，虎狼之邦。梅津先生，你们可真想得出啊，居然把我北洋水师官兵的头颅泡在防腐溶液里做展品，你们这样做还有没有人性？张先生，战争就是一场弱肉强食的游戏，人性只是弱者的托词，而现在我们只崇尚强者。强盗逻辑。不，
这是丛林法则。人类早已经走出了丛林，可你们依然按照狩猎的原则行事。事实上，我们的丛林法则战胜了你们的中庸之道，还有什么礼义廉耻？难道你们为了做一个强者，连礼义廉耻都可以不要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日本以丛林法则捍卫了我国的利益是真实的，日本建设文明社会的意志也是真实的。真实的？那你们日军在我们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，为什么不说啊？日本政府不宣而战，偷袭我们的游轮高升号，致使1000多名官兵葬身海底，这样的史实你们的展览为什么没有啊？张先生，是这样，这个展览主要从我们日本人的角度来客观地看待这场战争。你们说的客观都是些歪理。真不好意思，今天惹二位先生扫兴了。没什么，算是又长点见识。来，这边坐。其实美京军也没有别的意思，他总是跟我说我们和清国人都是黄种人，理应携起手来共同对付白种人。是他说的？是他说的，更是大日本天皇的思想。他还预言我们和你们真的会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共同的国家。哦，那日本并到我们中国来？哦，不是的。难道说你们想把中国并入日本吗？天皇陛下已在教育我们子民，日本要囊括东亚，当全亚洲的皇国。哼，范总工啊，听见了吧？他们是想小鱼吃大鱼啊，只怕你们没有那么大胃口，反倒把自己给消化了。哦，不会的，日本不可能被别人消化。怎么不会啊？有句俗话叫大国不亡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它大。比方说吧，你们日本是瓶酒，我们中国就是一大缸水啊。你把这瓶酒倒到这大缸水里搅和起来，你那酒还叫酒吗？中国真有那么大？所以呀，千岛小姐，我建议你啊，到中国去走一走，去看一看。哎，啊，别老听你那个没劲的。张先生，如果我真的去中国，你们会欢迎我吗？中国是礼仪之邦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们欢迎你。当然了，你要是能到我们学校来当老师，我们就更欢迎了。我能当老师？哎呀，千岛小姐啊，你们日本以教育兴国，民办教育起的作用很大，所以我和张先生商量啊，我们回去以后呢，要把阎王两家的学馆啊改办成中学堂，以弥补官办教育的不足。我看呐，千岛小姐的口才很好，完全可以当个老师啊。可你们不是不喜欢我的观点吗？但是在展览馆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你眼中的泪水。况且呀，
现在的日本教育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啊。严先生，张先生，你们很大度，也很宽容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。四平哥，彭春，干嘛呢？想媳妇了吧？啊？谁想媳妇了？哎，不想媳妇，你干嘛画房子呀？我是在画学堂。学堂？哎，梅师哥，陆师哥来了，来来来，哎，来，你看，这像咱们的学堂吗？谁说我画的是现在的学堂了？我画的是我们将来的新学堂。新学堂？柏林师和严太史还没回来呢，你就想画新学堂了？梅以琴，人家想想不可以吗？就是就是啊，可以。不过与其一个人独思苦想，还不如我们大家一起来画新学堂呢。哎，好主意啊，好主意！来来来，咱们一起来。这儿是教学楼，啊，那是操场，这儿是宿舍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是那边，宿舍应该在这儿。不对，哎呀不对，哎呀那个地方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觉得宿舍应该在这边。在这边吧，是的，应该画操场。老曾公，少春，你这次来日本有什么想法？我在想，一个人人辛勤劳作，个个好学上进，连马车夫都知道关心国事的民族，可敬也可怕。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，偏偏一衣带水遇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而又虎视眈眈的日本，这就是命啊。搞不好早早晚晚还得有一场甲午之战。那咱们回去以后应该尽快把咱们的私立中学堂办起来，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。事不宜迟啊。对，1904年10月17日，天津敬业中学堂开学，这一天便成为了南开历史的发端。同学们，今天是我们敬业中学堂第一堂课，这第一堂课不上国文算术，也不上英语物理，是体育。什么是体育啊？什么是体育啊？不知道。大家都趴下。啊？趴下干什么？为什么要趴下？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！大家要学我的样子。一，一，二，三，谁在笑？陆逸轩。你是不是觉得有没有体育课是无所谓啊？趴下。你们知道10年前的甲午大战，4年前的庚子之役，中国军队为什么老打败仗？腐败落后，敌强我弱。你们说的都对，但是有一条，就是国民身体衰弱，精神萎靡，工作效率低下，不重视体育那是万祸之根。你趴好，双手用力。外国人给咱们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，我们要不要把它摘下来啊？要。来，跟我坐。一，一，二，二，三，三。
老爷，老爷，又一个退学了。哎呀，你又嚷嚷，我耳朵还不聋。可是像袁总督、段将军、徐世昌大人、郑菊如等士绅名流，更有首倡北洋实业和实业教育的周学熙大人，都让他们的子弟投考敬业中学堂了。老爷，这可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主。我办学乃为崇经正道，整肃圣贤之风。话是这么说呀，可张伯苓终究是抢了咱们的饭碗。照这样下去，咱们书院就得关门了。哼，我就不信他张某人那异端邪说还能翻了天了。哎，老爷，那张伯苓到处嚷嚷，人满为患，要找新校址，盖新校舍呢。张伯苓一个教书匠，他盖得起吗？哎呦，老爷，他那新学花样繁多，可让不少有钱的主都信服了。除研修之外，像徐世昌，还有直隶提学使卢木斋，都给他捐了银子，听说足有20000两呢。先生，哎，这就要科考了，还不知道用功啊？啊？先生，打今儿起我就不到这儿来念书了。为什么呀？家父的意思是让我到敬业中学堂去念书。什么？这不是乘人之危吗？啊，这诚信礼义都学到哪儿去了？实在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啊？哎，你又嚷嚷了。让他去吧。谢谢先生。哎，哎，齐昌兄，你把我带到这荒郊野外来干什么呀？伯苓公，你不是想要块地皮盖新校舍吗？啊啊，这儿怎么样？足有15亩呢。啊，好啊，宽敞，安静。你这位校董可真是帮了大忙了。伯苓公，你先别忙着谢我。怎么，为了盖新校舍，你已经捐了10000多两银子了，如今又白白捐了这么一大块地皮？谁说这地皮是我的了？我闹半天，这地不是你的。哈，地的主人姓郑，郑菊如，你认识吧？当然知道，不就是经范孙公推荐到日本学习师范的十个留学生之一吗？对呀，上个月他回来了，告诉我说他家有块祖坟地，就在南开洼这地方，却被日本富山地产公司给抢占了。他咽不下这口气呀，他跟我说了，谁要是能为他从日本人手里夺回这块祖坟地，他就把这块地立即捐给谁。不过这可是桩官商勾结的大案，而且牵涉的人太多了，对外牵涉到日本人，对内牵涉朝廷命官，要想打赢这场官司，只怕不易呀。咱要是不打这场官司呢？什么？他郑菊如打官司都赢不了，你设想不打官司，那就更没门了。猪往前拱，鸡往后跑，咱有咱的道啊。非常巧，伯苓公。真有你的啊！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敢肯定的说，这张地契是真实有效的。可是这场官司却偏偏打不赢。为什么？天津巡警探访局总办杨振邦是富商公司的董事，他的连襟又是天津县政堂，这你知道吗？这是官商联手，无法无天啊。所以啊，我们才请你这位不信邪的大记者给我们伸张正义嘛。那没得说，这是我们新闻界应尽之责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这我们心里
可就有底了。来，咱们一茶代酒，先敬一下车先生。来，哎，不过张先生，我得给您提个醒啊，这块地一旦争到手，您可就势必得罪了杨振邦，那可是个有权有势、无恶不作的地头蛇啊。只要能给咱学堂争来这块新校址，就是下地狱见阎王，我都认了。来，嗯，来，干！大人，南开洼那块地出事了。南开洼那块地不是铁定了吗？怎么又出岔子了？张伯林，他跟我较劲儿，借他个胆儿。大人，张伯林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呀。哼，一个教书匠还能尿出三丈碎啊？甭搭理他。喝酒。你好，张先生，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庚子那年，你不是跟梅金先生来我们天津探查过地形吗？哦，有这事儿，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啊，好，请，请，请看，这上面所有标明的土地，都是 B 公司的产业，一共是1.2万中国市亩。张先生若是想买这个范围内的任何一块土地 ，B 公司都可以优惠。等一等，多田井先生，我想先了解一下这南开洼地皮的属权问题。张先生不是想买地皮吗？是啊，按常理啊，我要买你的东西，总得先了解一下这东西是不是你的呀。哼，请放心。B 公司绝对拥有这块土地的所有权，请坐。确实是贵公司的吗？请二位放心，这1.2万亩土地，同贵国的地权所有者都签有买卖合同，并由 B 公司的董事之一杨振邦总办亲自经手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那您能不能拿出这块土地的原始凭证来？给我们瞧瞧。原始凭据当然是有的，但是在弄清楚二位的来意之前，是不能拿给你们看的。怕是拿不出来吧？啊，我们这儿倒是有南开洼的原始凭据。我才是南开洼这块土地真正的主人，郑巨如先生的全权代表。您瞧瞧，大清乾隆30年冬月，天津郑姓购买这块土地的原始老契。这契约中讲明南开洼的东西南北地界的长宽数目。你看这落款，这是买方，这是卖方，这是中间人和历次天津府县验契的官印呢。这地契肯定是赝品，是伪造的。您看这用纸，这字墨，还有这印信的朱红，这可是100几十年的光景啊！我想您一眼就看得出来。要不然，咱们请有关的权威专家来给鉴定鉴定。张校长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哼，敢跑到富商公司来叫板。杨总办，我在跟多田井先生谈地皮买卖的事儿，您着哪门子急呢？哼，我是本公司的董事之一，你敢找多田井先生的麻烦，那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哼，多田井先生，南开洼地皮的归属问题搞不清楚，会影响到贵公司的声誉。再说了，
您的1.2万亩土地，这诚信度怕是要大打折扣。我来跟你核对南开洼的属权问题，这不是制造麻烦吧？啊，不是不是，你没跟我说南开洼那块地皮是有原主的？不可能，那块地本来就是没主的。你看，人家有证据。他放屁！张伯林，我告诉你，南开洼这块土地根本就是没主的，归衙门管理。拿来。这才是原始凭证，这上边盖着主管衙门的官方大印。卖方代表人是你杨振邦总办，代表地方官府盖印的是巡警探访局。请问这巡警探访局能够代表地方官府行使这个土地买卖权吗？那要说您目无王法，以权谋私，这是正儿八经的证据。张伯莲，你竟敢恐吓朝廷的命官，你不知道自己老几了？你信不信？哼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，关到局子里去。哼，来人！有有。哎，不劳大驾，要去哪儿我自己去。哎，下来，来了，来了，下来，下来，来了，来了。杨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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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森林西报记者，请您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杨大人，杨大人，让让，都给我闪开！杨大人，都闪开！最近以来，京津各报对于南开洼正式祖坟被无端侵占、看坟人被无理关押等一系列涉及到富山地产的问题，早已是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。今天听说这里正在谈判，我们各报特来采访。哎，多田先生，张伯林先生，请谈一谈这次谈判的具体情况。去去去去去去！谈判结果不公布，都给我闪开！快走，快走，都走！杨总办，如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那为什么不能对外公布呢？对啊，执行员，为什么不能对外公布？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！哼，为了所谓支持抵制洋货运动，刚刚封了你们的报纸，这才解禁没几天，你又要得意忘形了你？嗯，民众之口岂能封得住啊？杨大人，你们越封，我们报纸的影响就越大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，什么对？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都给我闪开！闪开！多田井先生，你看这记者们都来了，贵公司勾结官府抢夺民产的事儿，早晚要大白天下。哎，我现在倒是替贵公司担忧啊。往后贵公司在天津还做不做生意？您这个经理怎么向老板交差啊？张先生，你这是在威胁我！我们要求公布事实真相。都走，都走，都走，快，都走！反对赤里扒外！好话不一定好听，好听的也不都是好话。您自己掂量着办吧。杨总办，你是本公司的董事，为什么要用假契约来欺骗我们？你从中赚了多少钱？天地良心，我一分钱也没赚。哼！我要公开发表一个声明，向公众声明南开洼的地权归属，本公司不知道底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们这不是过河拆桥吗？我不这么做，怎样面对公众舆论？公司又如何发展？那块地不就白白的送给张伯林了吗？本公司始终本着诚信守法之原则，在贵国经营业务，我们不能为了你的欺骗行为而毁了本公司的信誉。你小子少给我装蒜！嗯，我做的那些事儿，
哪一件不是经过你们允许的啊？杨先生，本公司通知你，此次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，从你的股本中扣除。哼！我去你的小日本！这里是南开挖，我们未来新学堂的校址。柏林师，新的校舍建起来，总得有个新的校名吧？我们研究过了，就叫私立南开中学堂。好！范森公，这新学堂就由您来奠基吧。好。2月13日，一所新的学校矗立在天津南开挖，敬业中学堂从此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。来，你慢点儿，我来给您接上。哎，通了！哎，我是张伯苓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看看这个电话好使不好使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小伙子，来来，我自己来。没事儿，我自己来嘛。校长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马上要开学了，咱们是新人新校。新气象啊！伯翁，哎，是我啊。哎，星远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快坐。伯翁，哎呀，大记者光临呐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小伙子，快倒茶啊！哎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哎，伯翁啊，我已经不端大公报的饭碗了。啊？是不是因为南开挖的事儿，杨振邦找你麻烦了？星远，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嘛。我们新学堂啊，正准备开办这个讲演班，缺的就是像阁下这样有学识、有正义感的雄辩之士。怎么样？到我们南开来吧。咱们吊起膀子来创办新学校，培养人才，你倒是说话呀。伯文，您知道我为什么到这儿来吗？为什么？就是想到您南开啊，讨碗饭吃。哈，哎呀，欢迎啊。哎呦，是不是你又揽官司了？谁揽官司了？这是我大哥给你的。那么就是说，是你大哥揽了官司了？呸！一天到晚就知道官司官司，也不管我老汪家的事儿。来，快叫姑父。姑父。哟，这不是小泉子吗？啊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可不是吗？这都老大不小的了，在老家总这么晃荡也不是回事儿啊。所以啊，
我大哥想让他进南开。嗯，进南开？这南开有什么好的？要想念书长学问，就得去沈华庭老先生那儿。不，我就想去南开。我就不明白，这张伯利呢，怎么有那么多人都想去呀？南开有名啊。有什么名啊？我们老汪家呀，就这根独苗子，在老家呀都快学坏了。我大哥听说这南开挺会调教学生的，所以呀才叫你帮这个忙。哎呀，你这个老娘们家知道什么呀？那进南开是要考的。考什么考啊？他南开的门在南开，这五千两银子还撬不开呀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跟那南开的校长张伯林有过节，你让我现在去求他，哼，那我的脸往哪放啊？我就不信没有银票办不成的事儿。行行，让我再想想吧。小徐，真好，快走啊！多漂亮！了不起，不简单，这么小的年纪就参与设计了这么好的楼房。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很有道理的，年轻人是最富有创造力啊。嗯，四平啊，那块城砖还在吗？在，我还留着呢。嗯，天津城城墙没了，咱们就是那一块块城砖。各位同学，这就是本校的40字容止格言和校规，是对每一位南开学生的基本要求，所以每一位新同学都必须牢记。校长，严校董，同学们，我们请严校董和张校长给我们讲话，好不好？好。范孙公，您，好，同学们，我这个校董已经把学校托付给你们张校长了。从今天起，学校怎么办？要听张校长的，你们呢也要听张校长的。今天是新生入学的第一天，我们是不是也听听他这个当校长的怎么说呀？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好，欢迎。同学们，今天是你们入学的第一天，我看着你们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感动，这一切来之不易呀，希望你们能够珍惜。梅一奇同学，你带着同学们把这些背下来吧。是。好，下面大家跟我念：面壁镜，面壁镜，发壁里，衣壁整，纽壁结，头容正，肩容平，胸容宽。这是天籁之音呐。少春，走吧。Thank you.
这银票入了账，还能拿回来？你不能用野蛮这样的字眼来侮辱我们的民族。所谓的心学，那纯粹是洋鬼子在那儿搞的歪门邪道，跑到花街柳巷杂八地，你们还像个学生吗？